绿油油的蔬菜园，土城福山天会堂道清所种出来的蔬菜，不仅可以自己吃，还很有心，把这些蔬菜提供出来，和清化里里长袁慧如合作，一起举办饮法族共餐活动，当成美食的料理食材。那因为政府有推低碳饮食，所以呢，我们福山天会堂也都是如素，都吃素食，所以我们自己种自己吃，然后长辈也可以来这里活动筋骨。好，然后种的蔬菜因为是自己吃的，所以也很安心。这共餐娘啊，咱是以素食为主，素食为主吼。那么，我每一个啊老人呢，也当然啦，食得身体健康哦啊。同时呢，咱嘛还佫有一挂这活动呢吼，啊，就是咱讲做啊保健操，啊，加着这个庆生啊，使我每一个来家食到这个啊好料理，甚至呢，讲安怎会当来庆生，吼，每一个人都食饱滴安尼。每次聚餐可以吃到最当季的菜肴，还有专人提供无毒蔬菜，是清化里长辈的福气。而且里长体谅到辖区广大，怕老人家来吃饭不方便，还特别安排车辆一一接送长辈，让这里的阿公阿嬷真的是幸福一百分。咱这政府举办这老人吼，这个共餐吼，啊，里长真拍拼，啊，争取这个活动吼，啊，佮用车载个到伊来吼，啊。你办啊，安那真好。啊，这个、菜色呢好，煮料袂歹，煮个四五十菜安尼，真丰富。哦，啊，这个、菜呢，拢无咧散农药，对这吼、个，这个、老人吼、哦，会当对吼、哦，这个、身体真健康，真好。这拢来这拢真快乐。哦啊，煮的菜嘛真好食。哦啊，来这安尼，嘛真好耍啦，真趣味就对啦。这个、菜色真好啦，真济，啊，佫足好食。嗯，我感受啊真好，佮只大家佮真温暖，大家拢安尼足照顾。我感觉佮只空气足好个吼，啊来只运动哦，真好啦。长辈们非常夸奖里长和福山天会堂的用心照顾，能够让他们有五星级的服务，不仅吃得好，还有专车接送，这样的饮法俱乐部真的是土城绝无仅有。中嘉新闻林丽如、吕其坤土城报道。